怎么了？好像什么叫声？听起来像是个妹子，我们去救她。哦，有人在喊救命哎！哪里？他为什么会那样走啊？爬出来的少女缺了一条腿。从他身上溢出红色，源源不断的染红了河水。对，就好像刚刚被人砍断了一样。哦呀，有个怪人。怎样？这年代也生太き不对た了吧！西洋人形のようじゃ。綺麗じゃのう、お前さん。你想干什么？旁边还有个谁？あなた、誰？どこから来たの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绑过来的。如实回答，沉默着观察对方，因为害怕答不上来。親指姫。なじゃ。家なし、金なし、身寄りなし。ちょうどいいんじゃない？哦，这种生物じゃな。お前さん、わしんとこに来い。怕，真的怕。偽物一座。兄さんは偽物小屋の団長なの。一緒に来れば生活の面倒は一切見てあげるわよ。もちろんその分は働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けれどね。どうする？ええも悪いもないじゃろ。他に行くとこないて。いいよったじゃろ。決まりじゃ。来い、親指姫。花。对，我就觉得那个蒙着头，觉得那个头觉得有点问题啊。我突然出现的神秘男子和他应该是妹妹的染血少女。你惊讶于眼前这诡异的景象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反正。你也无处可去，就老老实实的跟着走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醋蛙家更糟糕了。对，我觉得他头怪怪的。玩到几点？我今天应该玩到11点左右。哎，他的头已经两个跑出来了！天哪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廉价杂技团不是小金吗？或者比廉价，有新成员加入，他叫拇指姑娘，大家多多相待呢，请多关照了。好，大家都对我很友善的样子。再过几天就是赏花季演出了，这段时间可能。顾不上带他，从下周起他就正式的开始工作，互相提携吧。哦天哪，哦天哪，哦吼！你有什么不懂就来问我吧。那就交给你了，巴奈。这谁在讲话？左边那个，右边。哥，那是加奈说的。哦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。哦，团里的少女是谁啊？哦，你问吧。从今天早上就没有看到尊美。哦，尊美应该是刚刚被你砍断脚那个。你说尊美啊，她已经脱团了。以前就有怪人提出要赎了她，昨晚那人来找我，就把她带走了。这件事尊美本人也是同意的。你们无需在意，赶紧忘了他吧。看我们要逃出这个旅行团了，这个杂技团，天哪！我们人生就这样子逃脱逃脱的，逃跑逃跑。晨会就到这里了，你们上午就自由移动吧，自由行动，不要擅自跑到镇上去。以上解散。
哎，这个反应好怪哦，正常人应该会围上来问我一些问题吧。对了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我叫做金龟子，请多关照，拇指姑娘。你大可放心，只要你对那件事守口如瓶，我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因为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是我们其中的一员了。我不要，给我一点选择机会好不好？这游戏的自由度怎么回事？我可以说不要吗？好的，看来我们就加入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团体。对，尊美是刚刚被砍的那个。嗯，难不成你想找我打听什么吗？哦，在这里与妹妹交谈不影响纯洁度，有什么尽管问吧。好的，好多事情，天哪。杂技团的事。是进行全国巡演的杂技团，是父亲传下来的。现在我哥哥是团长。我们这里的表演和展出不仅内容稀罕，而且全都是可爱的女孩子，所以特别受欢迎。好好努力一点，也能当上台柱的，要努力哦。你问我哥哥，难道你对我哥有意思吗？天哪！我选对会被杀掉，对不对？他有两个头哎，并没有。他并没有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哎，我哥金龟子，明治35年生，属虎，兴趣是烟酒，差不多是这样吧。虽然他思维清奇，但是对待工作却是很认真的。加奈，别说那么多废话了。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来存个档，来看看他如果……也不要到仓库。好的，还可以再对话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太好了。我们来看看呢，如果喜欢你哥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会不会被你杀掉啊？啊，对，我说你来真的，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。虽然我不能告诉你原因，加奈说的对，你还是不要犯傻比较好哦。如果你真的想在这里站稳脚跟，就好好练习，认真表演吧。这一切都是为你好。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呢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想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？是啊，首先是打扫卫生，打打杂吧，还有做饭什么的。晚上照顾大家，自己最后一个躺下，早上第一个起来问候别人，仅此而已，很简单吧？好难。学艺操练的时候，巴奈可是很吓人的，嘻嘻嘻。他们两个一直互相吐槽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尸体怎么了？你真的要问？那你可真是疯了！没有想到你还真是怪人呢。有些事你还是不知微妙，记住我说的话，拇指姑娘，好自为之。好，不要问，不要问。我想打听关于你的事情。我们是亲兄妹，亲兄妹，他叫加奈，他叫巴奈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们生下来就是这副模样，所以什么都不用干，看客就自动送上门来了。我可不想傻站在那里演什么畸形秀，所以就表演了一些杂技。如果你也不想只当个背景板，就好好的练习技艺吧。应该不是兄妹吧？好的，好，我们直接去仓库。桌上什么东西啊？公演日志，不要在一旁偷窥，看着不累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看个而已哦，凶什么啦？不太知道，咋刚刚哦？你这杂技团也太大了吧？说的好像杂技团，可是你根本就住在一个大户里面。
等候室。舞台，看一下吧。哦，那头怎么回事？嗯，他没有脚哎。好像上锁。我们先找逃出去的地方。演员休息室应该里面有人呢、啊，没有。化妆台、裁缝工具，这些感觉都用不到、哦。巴奈人感觉蛮好的，那个什么另外一个奈就感觉不是很好，很凶哎。主办方住宿处也太难念了。主办方住宿处、舞台、排练室等候室、仓库。好，走，出发，我们去仓库。感觉仓库马上就会找死。神探，啊，上锁了？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那我们先去厕所看看吧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不是厕所吗？哦，茅厕在外面哦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演员休息室的下面，对不起。锁住了。这住宿处，就睡觉的地方。哎。这怎样？道歉道歉，应该有点配音才对。没事，下次注意吧。这次就算了，我困死了，不要打扰我。你不要睡在那个被橱里面，好不好？很恐怖哎。里面都空的，好，这个以后可以躲在这里。怎么了？在团里探险吗？嗯，就这样。我以为你会跟我说叫什么的。没什么特别的。怎么？难不成你还以为这里面藏着尸体？还是说你打算钻被窝滚床单呢？哼，开玩笑的。不要露出那种表情。哎，感觉。目前那个馆长没有什么，不是馆长，那个团长没有威严哎、欸，目前看不出来。而且刚刚杀那个砍那个尊什么的那个女生的时候，也是那个妹妹砍的。好，这是团里的少女。拇指姑娘，你好。茅厕的话呢，就在前面不远处。你问我吗？我正在晾衣服啊。你体型小，也可以洗衣服吧。下次来帮忙哦。虽然团里的人都很古怪，但是很多都很善解人意，希望大家能和睦相处。好好好，当然当然，谢谢你。看你这么有礼貌，我就放心了。哎、欸，我的那个，哎呦，我们都恢复了耶。才有礼貌就恢复那个状态，真是。哦，喂，拇指姑娘，嗯，我是不是不是让你不要随便出来吗？
不要到处乱跑，明白了吗？对不起，我该不会……哦，没有，没事，再一次，看他会杀我。哎，没有啊，还是一样。可恶，我以为他会生气气。好，那我们来找其他团员在哪里？仓库不要去嘛。那，刚有一个守着，我走到另外一边。哦，休息室可以到后台。这边可以走，搞什么鬼？你先去看那个没有脚的人。嗯，你就是拇指姑娘对吧？你好，你长得真小巧，跟没有腿脚的我差不多。以后请多关照了。哎，他感觉人蛮好的，可是你的腿脚不见了，该不会是被……好，这里又是一个女孩子。嗯。新来的妹子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散步吗？我在整理一些小道具，他们就好像我们的童具一样。别在这捣乱，或者说你愿意来帮我呢？啊，帮忙！那你就来打个下手吧。去，把箱子盖子打开。好，打开。箱子盖子，里面一个尸体之类的，没有吓死。这不是尸体，这是什么？这鱼还是什么？蛇，看把你吓的，真是笨蛋。不过是一些蛇而已，要跟他们搞好关系的。他们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伙伴呢。不过每次公演都咬死几条罢了，呵呵。哦，我怕，不帮你了。禁止餐饮，禁止带活物进来。哎，不是禁止吗？那些蛇不就？对，好像不能从台下对话吧？刚刚也试过了。哎，那我们都做完了，那现在哦，顶替尊美的人，好，挺好的，不招人讨厌。虽然听说已经有人给他赎了身，是该高兴才对。不过有些事不得不让人注意。哦，嗯，你不好奇吗？这仓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？团长总是神神秘秘的，很少提到自己的事情，更让人好奇了。嗯，说不定嘴上说着有人给尊美赎了身，其实把他藏在这里面了。哦。再怎么想也不至于吧？你就忘了我们刚才说的话？不好意思，跟你一个新来的说些奇怪的话，说点乐子吧，就当我给你赔罪了。就算没有手臂，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。要干嘛？哼，不要躲得这么明显嘛，小丫头还嫩得很呢。拜拜，拇指姑娘，千万不能进到仓库里面去啊！说啥呢？我们要进去了。尊美是昨晚在河边那个少女吗？如果真的那样，金龟子就是杀死团员的凶手。可是你没有任何证据。仓库里到底放着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的目标呢是把那个仓库里面那个东西找出来。看一下，锁眼很陈旧。应该可以用工具拆掉。好，工具，走。哎，怎么在那里呢？我们要找工具，这里吧。好，有。